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又要来大挑战啦！这次做的是 Touch My Body 大挑战。Touch Your Body。看铲屎官在蒙眼的情况下，能不能通过一根手指猜出狗狗的身体部位？耶、yeah, ，开始。首先是欧卡妈，你会摸的是欧卡哦。伸出你的食指，抓抓！哎呀，这么厉害！它拍的毛。最后一个啊！没碰到。耳朵，对了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我们现在换一只狗，伸出你的食指，可以再试一次吗？再给你一次啊！大肥。现在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啊，你可以选择放弃。好难哦，是尾巴吗？也不对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啊，手背。哎，对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现在轮到欧卡爸了。大肥，对啦，现在我们到欧卡啦，再来一次。鼻子旁边的，不是。鼻头上面的，不是。头，不是。下巴，不是。你没有机会了，没碰到都。哎呀，我看你真是太重了啦。尾巴。对了，还有最后一个手指。时间久一点停留的。再来一次。鼻子。不是，哈哈哈哈，嘿嘿。手指不难，不好玩。